相信大家都看得到，世新其实在外界的评论是很差的，就是说我们靠外籍啊，或者是只靠几个人啊，或是就包括 Jack， 他刚离开，大家也觉得我们是靠他们赢的。但是我其实我会多留一年，因为我想要帮助这个球队。就是这一年真的是我踏进 UBA 第一年开始最辛苦的一年。我觉得我自己身为学姐，我就应该跳出来帮助学妹。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平常训练有多辛苦，对，这是别人看不到的。我们一起哭过，然后也一起受伤过，就算受伤了还是想要继续训练继续比赛。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的目标是一致的，然后我觉得今天学妹们表现得非常棒，就是就算学姐没有跳出来，她们还是尽全力的去扑那颗球，去抢那个球，然后每个对自己都很有自信。然后我觉得今天最棒的就是我终于看到我们世新没有放弃的精神。对，谢谢大家。最后他在切入上的正是他跟中锋的配合啊。我们设计在底线是给马脸，高位是给玉婷，都是低位跟高位的一个三分。那中间呢是给文轩准备做突破，结果呢我们这位真的就是艺高人胆大，不像中间切，结果我们文轩也厉害，也传给他了。所以说这个配合天衣无缝。就是谢谢教练，谢谢队友，然后谢谢很多支持我呢也。我真的是太开心，我真的很辛苦的拿下这一冠，然后我们彼此就是放下个人，然后牵起彼此的手，然后才走到这一步。不知道I want to go ZA 队 ，I want to try 台湾还不错 ，you know SBL and the T1 and P League， I'm all interested in that， but starting from tomorrow。Just every day, practice mental. I try to get better. You're at your house, so it's just a con. But I want to play here, Taiwan. Yeah. 我们的外籍生来到台湾，我们都希望他们可以往职业队的方向去发展。那其实台湾的职篮在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好，然后也有很多的化学因素，所以让我们有办法走进小巨蛋，也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一些未来。那在 Jay 跟 Gabby 是很明确他们会去投入可以参加的联盟的选秀。那其实现阶段开始先让他们休息一段时间，我们会先尝试着安排他们去各队去做看看环境啊，做练习，然后也让各队去跟他们做接触。其实是有球队在接触他们的，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先了解自己，然后让现在台湾的职业队们了解他们，因为毕竟以规则来说，每一个球队也只能一个外籍生嘛，所以他们必须要先精进自己的实力，才有办法在职业队上就生存。对啊，他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不管是技术还有经验上。那休息完之后就好好的要努力，因为他的赛季可能会比学弟们还要来得刺激紧张一点，对他的未来嘛。你说上不了场要进步这件事情吗？这我专场耶，Come on man，需要把 SBO 的数据。额外问一下世人哈，你觉得虽然有几名队友要毕业之后，你觉得今年赛季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是你可以这个经验继续带到下一个学期的？今年的好的经验，对于你自己好的经验，可以带到下一个学期。对于我自己好经验，我例如说今年可能要多给我一点上场时间啊。我今年没什么经验啊。本来还是有经验的，没有上场的经验，没有上场的经验哦。没有上场得到了什么样的经验？上场得到什么经验？没上场得到什么经验？就像我跟对啊，没有，我平常有跟他们说，没有练球，在旁边见习也学得到东西。对不对？那个意思。我没有，我说你以前有经历过
你说上不了场要进步这件事情吗？这么专场耶，Come on man，需要把 SBO 的数据。哎，我们先不要聊开，先不要聊开，这里有直播，好不好？把重点放在他们身上，好不好？没有，我觉得球员接受访问也是一个学习，好吧？我们开放一下底下的同业有没有问题想要提问？刚刚还没有回答。啊，他不是，然后再给你，我们咔，好吧，跳一次啊，再来一下。好，反正今年的经验就是，因为在场下居多嘛，所以从。就很久没有在台湾打球，所以今年第一年的学生联赛就是去看一下厉害的球员他们在场上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啊，我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什么，然后转换到自己在场上要怎么去应变这些反应这样子。好，